好开心啊！见到大家啊，今日就系有一啲新嘅产品到咗啦，好想快啲知道系啲乜嘢咧，想知嘅话就记得继续睇落去啦。但系记得喺睇之前揿咗 like、share、subscribe 先，仲要记得 comment 啊，揿埋隔篱嘅钟仔，咁样有啲咩最新资讯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未订阅嘅朋友记得快啲去订阅啊，知唔知？咁好啦，我哋事不宜迟，我哋不如讲下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咁相信有玩开模拟系列嘅朋友一定会听过有一款游戏叫做 Microsoft 嘅 Flight Simulator。咁佢咧喺9/11之后咧就冇再更新过啦，亦都冇新嘅版本。佢推出咗一个全新嘅版本，而呢一个版本咧，佢个名字就叫做模拟飞行啦，微软模拟飞行，系啦。就叫做微软模拟飞行啦。如果想知更加多详情咧，就记得睇埋后边条片啦。由于今次嘅容量唔嘢少，所以今次会同时推出埋实体版俾大家选择。佢有标准版同埋豪华版嘅分别，而佢哋嘅分别咧就喺价钱，一个就系69.99欧元，一个就系129.99欧元嘅。至于两个版本嘅分别内容就系咁样啦。咁呢两个版本嘅实体版咧，入边都会有10只嘅游戏安装 DVD 光碟，同埋一本精致嘅游戏手册。因为佢嘅游戏容量咧就多啦，有90G 以上，所以有10只游戏光碟系好正常嘅事嚟噶，亦都可以代表到佢真系好大容量啊！玩家亦都可以喺安装完游戏之后，再由线上继续更新，咁样你就唔使惊要 download 成个礼拜啦。好啦，讲翻只游戏先。今次的全新版本主要是强调透过最新的改造技术和与业界的紧密合作而成的，呈现出最顶级的飞行模拟体验给玩家。玩家可以驾驶不同种类的飞机翱翔天空，期间还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气候、时差等各色美景。游戏中除了有各种不同的机种之外，还有针对场景设计。官方表示有超过15亿栋的建筑物和21000棵树，仲有沙漠、道路、河流等等，唔怪之得游戏嘅容量有咁大啦。最后，对呢款游戏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我哋网店嗰度订购，又或者去实体店嗰度查询。如果你系订购嘅话，仲会有埋送货服务添噶，梗系唔系我送啦。咁记得喺临走之前揿 like、share、comment 同埋订阅我嘅 channel， 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啦，支持香港人就系咁样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